拜拜。哎呀，太多坑！哎，刚刚好而已。哦，那红药水还好而已啊。送他离开吧，兄弟。那个心就没消好，这一关是最好过了。如果你要出技能，在这一关出也是可以的。我总觉得你们挑这队是不是因为这队比较难打？没姐在要打，没有人要看，没有人要看的感觉，我觉得是这个原因。你自己想想，对啊，没姐不是比较好打吗？上去，哇，这个甩珠加斜转，漂亮啊，两秒转珠啊 ，perfect 啊，哇，龙壳脉动，先把它溜，不要让它溜掉，知道吗？伤害技斟酌，如果你觉得伤害够，就不用开龙壳了。想理解啊、哦，那够就不用开龙哥。对啊，梅姐太稳了，你看我就知道，你们都知道梅姐稳，所以才叫我不要用梅姐。去满冻结哈。单击800万，刚刚是直接轰嘛，对不对？棒！重伤害啊，各位！没，本来伤害是很低啊。新出需要多一点。
因为伤害只有一趴，基本上是不会痛的。但是你要回血，懂我意思吗？干一趴还那么多。一样，这还是要磨一下好了，除一下技能，讲错了。四回合，掌握一下力道啊。直接带走，送他离开，知道吗？送他离开会不会？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这么年代，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。这一关的话，其实你有办法手短气缸是可以一波带走了。那如果你不想手短气缸的话，就不然就没办法了。我就开在这边滚，因为最后关用不到，真的。那这时候我们想办法把它全部切开，一一消哦，一一消会不会？一一消会，一一消会不会？一一消会不会？一一消会不会？伤喉咙，真的喉咙痛，因为我唱法错了。自然德鲁鲁哦，自然德鲁鲁。哎，血很少，他就直接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走了，就这样就走了，来了。少切一康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是满版哈。OK 啦，没问题。叮叮叮叮叮，我干，直接先转，好狠啊！你怎么那么狠的心啊？快点！咪咪，开始出气啦！出起来！过了，可以开始刷一波气了。还在干什么啊？反应太慢了。哦，路西法一下就先刷了，我、哦、好快哦。哦，不愧是路西法、啊。猪八戒火得没满能放，可以吧？就血量控制好一点就好了，你要把这只磨起来就好了，不用担心没有水珠啊，一定这么满满的给你大水珠、啊。那等下我们就做一点叠珠的动作 ，OK？ OK 啦，来啦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、欸，这个不能用，这没办法用，因为它一消一定会消到水珠，所以不行。一波 seven 刷过去哦，各位观众，呀，三倍要留着哎、欸，快嘞、欸，刚刚好哎、欸，呀，我这个按下去，它会不会第一招就不见了？会不会这样？哎、欸，
干，真的不见了！哇操你娘，你个凶啊！哇哦 ，Dennis 这次太有趣了，哈、啊，按下去就消失了。哇，这个配机配的真是谈恋爱有点智障啊！棒棒棒棒棒棒，不用龙科，哦啦哦啦哦啦 ，KO！ 谢谢各位，我在做节目效果啊，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样还看不出来？看得出来啦，看得出来吧？啊？OK 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